你口气不小啊，竟敢如此怠慢丞相，怠慢老夫，你想造反吗？末将受大王之命，守卫王城。诸位大人若要硬闯，休怪末将无情。宗亲到。 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无情啊？怎么，连嬴姓之人也不能进入王城吗？你可知晓，宗亲有随时进宫请见大王之权？末将奉王命，无诏，不能放一人入宫。宫内究竟发生何事？我们要见大王。 丞相，上将军，以万认识，奉命开刀。你们要干甚？命大军为宗室百官开路。诺。将士们，开路！ 丞相和重臣率众人从正面闯攻，城里的兵力必然会获取抵抗，那城中其他的地方必然是兵力空虚。你也是懂兵法之人，我们正好可以借机行事。樊无忌，若是能救下父王和母后，你便是为我大秦立了大功。大王。
老蒙傲可是上将军，若无兵符，众兵岂可入城？姐，这都兵临城下了，快拿主意啊！去，顶住！我去顶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置身事外？ 做你的丞相梦啊！三个时辰，我只需你顶住三个时辰，我便能拿到立城角的诏书。到那时，局势反转，亦未可知。诺，太后，大王如何？大王脉若游丝，昏迷不醒，若不进药。 由秦登面，恐怕就在这几个时辰了。下去吧。诺。太后诏命。 大王病重，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闯宫惊扰大王。杨全军，你阻挠宗室百官进宫灭亡，是何用意啊？丞相，今日调集重兵闯宫，你意欲何为啊？杨全军，我们只想探望大王，并无他意。 你这般阻挠，是何道理？我已说过，大王病重，不见任何人。好你个杨全军，大王为何病重？还不是因你等宠戏，在宴会上指使凌人羞辱王后，激怒公子胜，拔剑杀人，这才让大王心火攻心，病情加重。你说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 哎，你们说，这个吕不韦是不是为了要跟秦王抢儿子，这样才打起来的呀？<笑>你听说了没有？秦王可是有两个儿子啊。这吕不韦和秦王抢的究竟是哪一个？何止听说，我还见过呢。哦，想当年，秦王的嫡长子叫什么嬴政，从邯郸归来，被杨全军拦在咸阳城外。 不让进，纠缠了许久呢。这位仁兄啊，杨全军是何人啊？这杨全军是华阳太后的亲弟弟，这姐弟俩都是当年宣太后的芈姓血脉，如今在这咸阳城里，处戏的势力可大着呢。如今的秦王是因为这华阳太后和吕不韦，才坐上这王位的。 想当初，嬴子楚在邯郸不过是个落魄质子，谁能料想到他会是今日的秦王？公子熙，王后。公子熙，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如果大王死了，请你把我也杀了。为何？我要和大王共赴黄泉。 王后当真？我是大王之妻，他穷困的时候我跟着他。虽然他把我们母子抛在邯郸六年，我心里埋怨他，可是这六年里，我没有一日不想着他，念着他，想着他握着我的手。 跟我说那些提及的情话，给我憧憬以后的好日子。虽然那时候我听着像梦话一般，可是我每每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真可爱。
后来他当了太子，赵国把我们送到了咸阳。我发现这个男人不快乐，他整日提心吊胆，无论我怎样哄他逗他，他再也没有露出过邯郸时的笑容。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变了，后来他当了王，他变得更不快乐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白日与臣子商议国事，晚上还要看奏章到深夜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可就算这样，他还是小心翼翼，丝毫不敢懈怠。我明白了，他是为了保住王位，是王位让他不快乐，王位让他生病，如今这个王位还要让他死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有一日我的正儿当了王，会不会笑容也从他的脸上消失？他会不会也忙得生病，忙得没有时间再来看我这个阿母？有时候我又想，这王位到底有甚好？就连你公子熙也是一个一心想当王的人，你以为当了王你就能快乐吗？男人的想法女人不会懂的。好，公子熙，我祝你遂心如愿，我祝你得到你梦寐以求的王位。可是我希望，当你尝够了权力的滋味的时候，不要像大王那样不快乐，不要让你身边的女人不快乐。我说的太多了，对于公子熙这样一个一心想当王的人来说，这些话又有甚用？你杀了我吧！够了，王后一番话感人至深，让银溪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其实在这个世上，除了做王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要让你亲眼看见你的儿子做王，做我大秦的王。跟我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救大王。程守卫都被吸引到丞相那边了。父，太后，阳泉军快顶不住了。眼下只有最后一条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大王寝殿，出去！把韩夫人给我带出去！诺。不许碰我！放开我！大王，大王！不好！香儿，快救你母后！
大王，前救驾来迟。母后，真儿，大王，伯父，快随父王和我去广场，不然章邯公会血流成河。诺，跟我走。你等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等要面见大王。弓弩手准备。见了太后都不行礼吗？大秦已经变得如此没规矩了。太后说的是，臣拜见太后。拜见太后。起身吧。大王如何了？大王情形稳定。好，天佑大秦，望大王安然无恙。今日之事，太后有何话说？不错，都是我做的。御史到。有王诏。诏命华阳太后、阳泉君等人封锁章邯公，
拘禁寡人，图谋乱政，罪不容赦。寡人念在尔等多年侍奉先王之功，从轻发落，华阳太后保留尊号及实意，幽居华阳宫，不得亡命，不许出宫，也不得与外界传递消息。阳泉军家产超没，仆役奴婢变卖，阳泉军及其家人悉数迁往上郡各地，其余乱政人员交由丞相发落。诺。庙堂心腹之地险些变成战场，此刻思来难免心有余悸，若有一丝意外危及大王，我等百身难赎啊。战阵之势往往处在九鼎一丝之际啊。此车数丈近日援手，不为感佩之至。皆是嬴姓子孙，大王又是亲兄弟，分内之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先出去，生儿留下。寡人无碍，明日还要参加约军大典。大王歇几日再行约军。就要明日，经此一事，寡人更要亲自约军，以安国人，亦可平定六国蠢蠢欲动之心。请三位来此，是有一道诏命要宣布。御史，记录。诺。嬴政接诏。诏命：秦王子楚之嫡长子嬴政，自幼饱受磨难，刚毅坚韧，胸怀天下，才能超群，深合寡人之意，立为大秦太子。得此昭告天下，师父。恭贺太子。都起身吧。令蒙骜、王和、邀功为上将军，署理军务，尊吕不韦为嬴政重父。
与王后赵氏共掌国事，直至嬴政加冠之年，正式亲政。司车庶长嬴熙为此见证。遵命。正儿拜见仲父。要受的。仲父，仲父，仲父。臣定甘脑涂地辅佐太子，以报大王知遇之恩。太子，此剑也该物归原主。谢伯父。寡人尚有几句话要与正儿单独说。臣告退。父王，为父接下来的话，你且慢，要牢记在心。父王的话，正儿一定铭记在心，永世不忘。自先祖孝公之为父，我大秦已立六世君王。一百多年了，乾坤巨变，魏、楚、齐，当年那些耀武扬威的霸主，都成了垂死挣扎、苟延残喘之邦。只有秦国，只有我大秦，好似怒马一路狂奔，这马背上驮的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天下，是天下万千黎庶，你明白吗？忠儿明白。你要记着，要牢牢记住三家分晋，天使待齐，
莫不是因分封过度，士卒林立，臣子位高权重而被主篡国？如今天下行将一统，为万民不再受列土之苦、战乱之祸，须将天下权柄操于王者一人之手。唯其如此，天下万民才可能混而为一，成万世太平。记住了。嬴政被立为秦国王位继承人，他继承了历代秦王一统天下之志，开启了大秦帝国历史崭新的一页。咸阳乱局，秦王非强悍之主，他的两个儿子呢？小嫡长子嬴政也才十多岁，想必成不了大事，而我该何去何从呢？齐楚燕韩赵魏秦，李斯啊李斯，天下之大，竟无你李斯伸展之地。寒窗苦读，经研帝王术，到头来又有何用呢？开始。
大夫讲几句话，讲你想讲的，讲他们听得懂的。大齐的瑞士们，你们还要自己的子孙，自己的亲儿，在这样的乱世苟活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大变兴兵，诛暴乱，兵令皇。唯有这天下一统，才能放下手中之戈矛；唯有天下一统，才能开得万世太平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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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昨夜风凉，起看四野八荒，寂寞。